另外，这点中电公司嘛，就讲被提倡着政党的休闲，但呢都拢会举办真侪项的这体育的比赛。第十七号，伊所举办的这锦标杯羽球比赛，都分做这活动组、青壮年组，也个社会组等等的组别，和这比赛是办了相当的热闹。这么一个参加队伍，嘛都是相当的拼命，要来争取荣誉。礼拜假日伫田中国小礼堂也是相当热闹，因为田中锦标杯羽球比赛是热烈来开拍，多多参赛民众是挤满了规会场，各组比赛嘛相当的激烈。啊，咱田中电工所啊，甲咱这个羽毛球协会啊共同啊，甲咱一挂协办单位田中赛事会、主办赛事会啊，正侪协办单位共同来举办锦标杯的这个羽毛球的锦标赛，这是今年是第五届。啊，今年啊，咱特别有真侪咱全国啊，超八组至十组的这个选手啊，来到咱遮，会使讲实力非常的强劲。啊，咱举办这个活动上重要的意义，就是希望咱彰化县、咱田中镇会当成为一个友善的运动城镇。希望啊，咱的这个青少年朋友，或是说一些比较爱好运动的人，能利用这个锦标赛的时候，把他平常练习的这个过程啊，在这里充分的展现他的球技，也让我们的青少年避免到那个不正当的场所去。根据主办单位指出，这一届比赛是分作社会甲组、社会乙组、青壮年组，还有学童组、丁气组，分作单打还有双打两种。我们整年度办了差不多十几项的这些运动，我们无非就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也好、青少年也好，或是我们的小朋友，大家能共同来参与一个正当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。所以说今天的锦标赛啊，证明了我们田中是一个友善的运动小镇，欢迎大家来田中啊，跨界打羽毛球、桌球啊、棒球、垒球或是篮球三对三、五对五，我们都欢迎大家来田中啊。我们预祝今天的比赛能圆满顺利与成功。田中镇长戴俊雄也表示，为了提倡正当的休闲活动，田中电工所每一年都会举办真侪运动比赛，不管是羽球、桌球等等项目拢有，目的就是要让全镇的大小朋友会当充分来参与正当的休闲运动，并且透过运动来锻炼身体。中央新闻采访完，田中报道。